是来自泰雅族的吕强阿木。在流行音乐市场当中呢，创作就是一切的根本，必须先有创作的诞生，才会有后续的编曲、录音、混音等等的音乐制作过程，再来就是到最后的企划、宣传、行销层面的这个运作。只要有思想，人人都可以创作。那如何将各位的创作力有效地激发出来，就是本课的主要目的。想必各位呢，对于课程内容都会非常的好奇。那我们的课程呢，会从 A&R 制作、词曲创作、编曲、录音、混音，最后的发行。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呢，让学员充分了解一首歌，从词曲创作再来到出品的一个完整制作的过程。而在师资方面呢，我们借由业界资深的音乐老师带领下呢，能够大大提升各位对于音乐产业的所有环节的认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老师以及课程的介绍。是需要团体战的，那借由这个培训计划呢，我们将大家连结起来，大家可以找到一起共同创作的音乐好伙伴。好的课程呢，需要一个好的培训场所，那这里呢就是强力录音室。我们的团体班主要就是在这边上课，那学员可以在强力录音室的空间内呢，接触到非常专业、非常先进的器材设备。那除了团体课程之外呢，我们也会针对个别的学员在雅威录音室进行个人的课程训练，那每个人会有4个小时的培训时间哦。报名时间为即日起到9月30日止，那希望所有爱音乐的原住民朋友们呢，可以把握这一次难得的机会，一起来报名吧。